干什么？跟上。兽医？对，你好好想一想。云长，他怎么跑出来了？云长，你去哪儿了呀？震天，你怎么也在这儿啊？ 你记得乔震天不记得我？云长，你再想想，我当时住在夜市医馆，兽医，我们就是在这儿相遇的。再想想，云长，头顶不争气，儿子又不分是非，现在看来，只有我才配当神木族族长。 我要让你看看我是怎么统领神木族的！哼！还有这么回事？ 说的是对的，空禅正在吸食神树的灵力，这不可能。先别管那么多了，我们带云长检查一下吧。嗯，走，云长走，慢点啊。空禅，你这样会毁了神木族的。 什么是毁了神木族啊？从现在开始，我与神树合为一体。我就是神树，神树就是我。我会好好的保护神木族的人。只要你听我的话，你想要的，我都会给你。<笑>
他的血压非常高，血管随时可能会爆裂。怎么会这样？看来他中了一种神经毒素，严重的话会立即死亡。嘴青的状况也是所有的记忆会渐渐的消失。什么神经毒素？ 我也不太确定，以我们现有的设备，还没办法分析出来。云城，你不能自小失智吗？快休息一会儿，云城，快休息一会儿。别想了，别想了。我来试试。 云长，先别治了，好好休息。走了，来，云长。 这可怎么办？还说呢，空禅已经把神树给毁了，我的计划全部被他打乱了。那你职业研究空禅不就行了？这是个好主意啊！如果你真的打算对他动手，我可以帮你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只要你把空禅骗过来，我就可以想办法对付他。什么办法？你们几个赶紧把炸药买好。 是。如果你能把空禅骗过来，我就点燃炸药。你不会炸死他吧？不会，我还要用他做实验呢，不会要他的命。哦，但是这件事千万不能告诉震天，毕竟他们是母子俩。好，就按照你说的办。云长。 神经毒素又发作了，星辰，咱们走吧，空禅已经封了，这地方不宜久留。不行，我要把他治好才能走。我能治好他的病，但是你必须答应我，跟我走。好，只要你能把他治好，我就跟你走。 这种无情毒目前还没有解药，只能用针灸的办法暂时让它恢复一些记忆。你快呀，把它扶起来。来，云长。 云长，你杀了我爹，我杀了你！我告诉你一遍，你爹不是我杀的，是空禅干的。你要报仇找他去吧。星辰，咱们走吧。你把解药给他，我就跟你走。星辰，楚天瑶，我受不了你了，你走不走？滚！ 云长，云长。
师父，灵芽成功了，他有事想问你。说，我们已经分析出了神树的各种成分，还能用其他的药草复制出来。这种树叶成分不仅能治病救人，而且还能大量控制。而且这种药水撒在河水里，人们喝过之后就会随意的被人控制。此话当真？绝无半句虚言。 你跟我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如果你能帮我研制这种药水，说不定咱们就能控制世界上所有的人。跟我来。根据我们的分析。 神树的树叶和人体极为相似，我们通过改进以后，就能以极其少量的药水控制所有的人。这边有显微镜，您可以先看看这种药水里的细胞状态。什么是显微镜？就是这个，可以看到极小的细胞。 听说雷亚的实验成功了，你怎么还不进去？先等等，怎么了？走！姐姐，快跑，马上爆炸了！走！走！英，快跑！
星辰，我可是你师父，你竟敢大逆不道，设计我死！师父，我心中的师父一心只为神木族，绝不会放胡风危害人间。我心中的师父更不会勾结乔振坤杀害我父亲，一派胡言！ 找到了吗？没有。走，跟我去那边。走。云长。 是你啊，不是，你怎么知道我叫云长？还有，你刚刚偷偷摸摸躲在那儿干嘛呢？你又把我给忘了。我是木星辰。你是木星辰？我是木星辰。 以后我不会再让你受到一点伤害。我对你很重要，很重要，非常重要。少主，你该喝甘露了。 不喝，拿走。族长说了，只要你听他的话，他就还你自由，让你得到你想要的一切。我什么都不要，滚！走，表哥，我来救你了，快走吧。 南月，你在看什么呢？
这个钉子是不是你的？没错，这叫噬魂钉，只要用它钉死了人，即使吃了圣果也没有用。原来小蝶是你害死的。哼，那又怎么样？你竟然为了那个贱人背叛了我，活该！杀了你！ 实话告诉你吧，当年派人追杀你和小蝶的那个人，也是我。难道？ 向小蝶下毒的，没错。只有你才会愚蠢的认为那是穆北川干的。这么多年，你把我骗惨了。我要让背叛我的人知道，只有两个选择，一个是死，一个就是永远做我的奴隶。哦， 走吧，营长。你干嘛？你干啥？只有这样，我才不会忘记你啊！傻不傻？你这样最难受的人是我。别再这么闹了。啊！什么人？追！ 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你谁呀你？又不记得我了？去那边看看。穆星辰。你等等。 你是穆星辰，我是穆星辰，这也不像啊。你化成这样，当然认不出来了。你看这个发型，跟我的发型是不是一模一样？看到没有？等那边看看啊！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呀。 干什么？这是神树的枝叶，是我从雷亚那儿拿过来的。只有这个能解我的毒。你傻呀？你会没命的。没办法，这是最后一次机会，我不想再忘记你了。 营长，怎么样？
紧起来了，是楚天瑶，是楚天瑶把我关进大牢里，给我下了毒药。现在是楚天瑶，我现在就找他算账。先解决公差比较重要。好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们两个的。你们怎么在这儿？这是我父亲进来的时候拿的，怎么在你这儿？这是我跟踪空蝉找到的。这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啊？我研究过了，密室里面还有暗室，这应该是暗室的钥匙。在哪儿？走。这是什么书啊？这是青囊术的秘籍，以前我只听空蝉讲过，但从来没有人见过这本书。青囊术，你们神木族的人不是都会青囊术吗？那都是祖上传下来的，我们也只是学到一点皮毛，真正的秘籍没有人见过，想不到只有我父亲知道。那你父亲为什么不练呢？原来绝死之行是青囊术里最顶级的毁灭功法，其中还存在一种重生功法灵生术，应该可以抵抗空蝉的毁灭功法。但时间这么短能练吗？是啊，这时间根本不够啊。星辰，你好好练，全靠你了。可惜啊，这本书里只记载了修炼功法，但是还少一样导引术。那为什么不写在一起啊？可能是怕心术不正的人拿到这本书吧。导引术的功法一定在另一本书上。